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节目。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，我们的餐桌上也摆满了各种的珍稀佳肴，而酒始终是不变的话题之一，尤其是白酒，因为白酒代表了我国古代酒文化的一种传统，是许多人钟爱的一种饮品。而在今天，许多高档白酒的出现，也让我们在品尝白酒的同时体验到了更好的酿造工艺。说起高档白酒，大家第一个印象大部分都是茅台酒。的确，茅台在今天一直是作为一个高端白酒的定位产品，尤其是一些品牌类的茅台，价格都在三四千元以上，并且很难购买到，只有在一些特别隆重的场合才会购买和饮用。这高昂的价格也让普通人望而却步，但其实对白酒有一定了解的人，大多数都知道，价格提高了，它的大部分成本都花在宣传和包装上，工艺并不是非常的高端，和普通的中档白酒差别不大，尤其在饮用的口感上更是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。所以很多时候喝茅台主要是为了烘托气氛，而茅台的名字就起源于它的同名小镇，这个镇也是我们现在全国第一的白酒生产大镇。茅台虽然声名远扬，但在镇上许多人还是不喝茅台，他们会买一些当地常喝的白酒或者自家酿制的好酒，对于他们来说，没有人比他们更了解这些白酒的来历。所以如果只是饮用的话，当然只喝对的，不喝贵的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，喜欢的话记得关注加分享，